时常我都会提起人啊，人如何造成啊气候这么明显的变化。有的人啊都会说，那这是气候大自然吗？跟人有关吗？是大有关啊。这很久以来，哪里说什么时候，几千年前不断累积这种人的心态，人的行为，地球上呢，人类的增加所造作的业力，各不相同。但是呢，污染呐、啊，这是必然相同的啊。总是呢，一次就要呼吁大家。大哉教义呀、啊！这个时候，这样异常的生态，我们人呐、啊，要好好的把意念的冲冲冲，稍微呢停一下，静一下，想一下，我们。要如何呢？来调整生活心态，能这样，那就可以，大家会有一个方向，虔诚的心来生活。虔诚就是诚意、诚心。这叫做虔诚的心，不只是说佛教徒啊，其实呢，任何宗教，我们大家要有共同一个方向，教义人心向善，要教义人乖欲，较乖欲的啦。不要那样的意念啊，那样澎湃。我们要意念稍微降一下，降一下，这样的心啊，才能冷静一下。所以常常说，停听看，也要。生态稍微缓慢一点，好好的听啊，有什么声音啊，好好的注意的，我们心灵啊到底想什么，还要多看看在我们身外的社会生态，还有呢，整个天地之间的生态，人，这一些都是跟人呐、啊、很密切，因为呢，我们要生要活，都是呢在这个地球，我们都要有共生息。看看我们现在。常常看到瓷器的，连菜油啊，他们也要把它捡来作为有机回用，这种循环供应啊，我们的生活也会活得很丰富啊。假如向上求求求，总是。山高天比它更高，你从平地要爬到最高山上，还有呢，天比山高，
永远啊，求无穷尽，低头安分守己，感恩大地，利用大地，我们布下了种子，大的如大树，小的如芝麻，它都是可以供应给我们人类享用啊！所以我们要敬天，我们要爱地呀、啊，敬天爱地，回向给我们的心情清安自在，这样的生活简单满足，清安欢喜，每一天分秒钟不断的快速过去，我们可以生活的这样的清安自在，我们还可以呢心情不要紧张，不要追逐意念，我让我们呢这样的心安呐、啊，看见呐、啊，听到了啊，苦难人呐、啊，这么多，我的节省一点，一块钱，五块钱，看看我们慈济人呐、啊，社区活动聚在一起。来分享哪里人呐、啊？花心好事孝道启发一念爱，这种好多了呀，把它变成了很美的故事。这样的和睦的家庭，彼此勉励。小竹筒，那放了家中里，孩子啦，要买糖果，孩子会说不吃糖果，要救济，就放了零钱竹筒，这么美好的心地啊，那样干净无染的。心地，我们一颗好好的种子该耕下去，那就是会成长出来，很披荫大地人间的大树啊！这就是我们用什么心情来培养下一代，就是我们现在要先好事做，好话说，好的典范给孩子看。假如人人都这样，任何一个国家多么遥远，我们都有力量。这个爱的福气啦，生长生长，会拉长情，扩大。最近看到了我们的菩萨都回金色来、啊、也有呢帮忙整理呢我们的大地，或者是呢我们的周围环境在打扫，总是呢那样尽心力回家为我们家呢大清扫。我还看到了我们慈济的道场，每一个社区都是集中清扫，这样画面看来啊，好感动哦！那种叫做爱，爱心，因为希望来一个大空间的干净，这个时候会很多人来。所以在地的这个家
群呐、啊，就赶快呢，进来摒扫啦，来刮啦，摒得很干净。尤其是年关，这过年关呐、啊，过年节啦，大家人拢真重视吼，过一个干净的好年。这总是呢，让我们的大环境啊美善，让人的心很清安，很欢喜。